是卓蕾 Julia。 今天前面两个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家事会中心的世会灵500的升级版这个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华人市场的总监野村香丽奈 Kalina Numura。 好漂亮，我们的工作人员每次都说他们在学说中文，说好美好漂亮。OK， 那么当然其实你自己做健康产品这么多年，对，也有 fashion， 你也喜欢，你也在研究。对，因为我觉得美不光是外在的，一定要从内在，你的健康还有你的皮肤透明感，让人家感受到你是健康美丽的。对，没错。而且因为你自己，你来美国的时间不长，不是很长，因为你都是在日本，你在日本的时候那么多年也都是跟很不同的健康产品打交道。 对，所以呢，我知道日本人很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健康产品，这确实是很有用的，确实是有帮助的。有帮助的。像在日本，蔬菜瓜果什么都贵，所以大家一定要服用一些这个健康产品，保健品来摄取的营养，一定是的。然后加上压力又这么大，大家又辛苦，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朋友，我知道我们很多华人朋友大家都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健康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对呀，大家懂得保养自己，爱护自己的身体。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谈你们的王牌产品，就是你们的世会灵500的升级版。对，那么大家开始觉得说，哦，这是因为有一个图像一个眼睛嘛，大家觉得说，哦，这只是保护眼睛的。所以呢，请 Kalina， 你今天让我们大家多了解一点好你们的世会灵。其实这个世会灵产品从500开始，它不光是针对眼睛，它对这个大脑的活脑，特别是预防一些这个帕金森 disease 或者是老年痴呆呀，或者是有一些脑梗塞呀，都有非常好的，不光是效果，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临床验证。现在这个世会灵的加量升级版，它不光是针对眼睛大脑，而且呢会对你这个胃肠机能还有这个心血管有一些疾病呢都有着非常好的预防和一定的这种疗效的。因为呢我们加入了很多的维他命 A 的成分，还有维他命这种 B， 还有很多的这种叶酸这些成分，而且特别呢有很多这种素食主义者有打电话来问我们说，我吃想吃保健品，但是我不能吃这种鱼啊肉啊，但是我们这种就是说世会灵500里边含有这种 B 那个12是这种素食主义者非常缺少的，它不能从这个鱼肉和蛋白里边吸收，但是我们这种 B12 呢是从这种海藻里边提取的，所以可以完全放心的服用。还有我们这个胶囊呢是这个蔬菜胶囊，所以没有任何的担心，不光对你的身体吸收有非常好的帮助，同时对你的眼睛大脑心血管呢都有着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改善的效果。 对，因为它主要的这花青素的成分是非常重要的，花青素呢就是抗氧化，就是抗衰老的一个最好的一种成分，一种成分。对，那么大家也说它是这个口服的皮肤保养品啊，抗这个健脑抗氧化健老化防衰老，对，像你说的心脑血管，对等很多。那我们还有一些 pictures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对，现在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个加量升级版，可以看一下上面呢这个黑醋，就是黑醋栗的，从纽西兰提取的，它有多少毫克都写得非常清楚，是700毫克。一般的公司呢，它只会说是这种黑醋栗、蓝莓或者是越橘提取了多少 powder 就放在那里，但是真正要标明的非常清楚，要它这个花青素有多少成分，花青素里边的哪一种成分还有多少成分要写得非常清楚。可以仔细看一下我们这个世会灵的加量升级版，它有显示花青素220毫克、D3R 和 C3R 的成分分别是什么，都写得非常清楚。对，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要买的话，就是你是建议大家就是嘛吃这个加升就是升级版了，可以省很多钱，不用去买一些预防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胃肠疾病的这种保健品了。好，那又说回来了，花青素是这么的重要，让我们这个抗衰老啊，然后这个增我们的细胞防辐射还有对眼睛啊什么都非常好。对，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花青素它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剂，但是花青素又分300多种，具体来说很大类来说它是按颜色来分的，可以看一下它有蓝紫色呀，有淡紫色呀，有很多这种不一样的颜色。相比较来说它颜色呢越深越好越好，对，
深的颜色里边呢，它含有很多的这种低血压和低血压的成分，这两种成分呢倒是和配糖体，因为花青素非常不稳定，它不能单一的在这个就是成分里边存在，而且大量的实验证明低血压和低血压的成分对心血管、眼睛，就是对你的血管里边这个排除这个老化物啊，调节你整个血管里边 H2O2 或者是这种血液的环境呢，有非常好的效果。同样呢，这个低血压和低血压在蓝莓里边和月菊里边，我们又做了很多的比较，有看蓝莓里边只有0.3%，对，月菊里边呢有3%左右，还比较高。但是非常惊人的是，我们在黑醋栗里边有85%，所以说有很多商家或者其他的公司有讲说，啊，花青素我们里边也有，但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花青素从一吨里边这个就是 blackcurrant 里边提取700千克的这种花青素，非常珍贵，而且呢是30%的。今天我也拿来一些试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总公司原材料的这些做的这些就是说 powder 花青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般其他公司呢可能是这种粉色或者是红色，可以看颜色，这些呢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低，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作为一些香料或者是 pigment 来作为原材料来卖的，非常便宜的，对，就比较便宜的，相对最深颜色的那就是的。对，这是花青素，我们的黑醋栗非常好的，就是10%，这是20%的，这是30%的，你看它的颜色和10%的颜色也是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的价钱要是它的3倍以上，所以我们世慧灵的加量升级版有的这个 powder 的220毫克，就等于你要吃700千克的这种。没对，还有呢，因为很多其他的健康产品公司也是跟你们纽西兰的总公司进口你们生产的这些原材料啊，或者是跟你们进口黑加仑。对，但是呢，Kalina曾经你跟我说过，你说我们自己，因为你们的产品是你们自己总公司生产的，对，所以你们在质量上、在原材料上就更要保证了。对对对，我们有这个特权，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环境。其他的公司可能是买10%，或者是这种。再配一些别的，对对对，还有合成啊，这些都非常有可能。所以呢，我们公司有100%保证这个花青素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好，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上网查询一些详情，对不对？在网上可以研究很多资料，对，可以上到他们的网上 visionsmartcenter.com， 在网上订购也可以，学习研究都可以，或者是打屏幕上的电话1858606868。对，好。那么下个单元呢，继续跟大家谈谈保健品，还有谈花青素，就是抗氧化，好不好？对眼睛、对大脑的保护。OK， 我们待会儿见。世慧灵500由新西兰纯天然黑醋栗酶萃取，世界最高花青素，大量科学报告证明可以根本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隐肝等各种眼不适。世慧灵500热销全世界，现神九宇航员指定每天吸收抗氧化成分，改善细胞，排出老化物，增强眼睛能，预防脑疾病，一举两得。世慧灵是一定会灵的，咨询热线855-860-6868。让节日假期更轻松，快来购买上校节日大餐，新鲜的8块鸡套餐加上一打美味的巧克力饼干，所有这些只要19.99元。 KFC， 今天的味道真好。当我们享受在一起的欢乐时光，当我们共享每个小小成就，共享一切，我们得到的只会更多。这是添购全家最爱电子设备的最佳时机，在同一个计划与10台设备共享数据、无限量通话及无限量短讯。添购一台 Joy Razr M by Motorola， 49.99元。我老公经常需要和客户应酬喝酒，但是他的酒量实在不好，总是被同事送回家来。那天早上他宿醉得厉害，同事小王来载他上班，我就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他们喝酒都不会醉？他就介绍给我了他的秘密武器 ，Blue Satin，
Blue7 成分来自传统用来解酒的白茶树，可以预防酒醉带来的脸红、头晕、呕吐和宿醉，以自然方式抑制酒精对脑部所产生的反应。UCLA 医学院研究证实，可有效减轻酒醉和预防宿醉。现在有了 Blue7， 我再也不用担心老公喝醉了。Blue7 订购请洽18888927184。从复杂精密的航海仪器制造商到杰出的瑞士表业制造商，我们的历史可追溯至1846年，并已获得4300多项殊荣，其中包括18枚金质奖章。我们是倡导革新的中流砥柱，先进材料应用领域的领军者，就不会错过带给你极致奢华感受的传奇品牌雅典表。林医师，在产房中看到刚出生的 baby 和老婆的微笑，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在治疗不孕症与试管婴儿的路途上，来自每一封家庭的感谢函与主流社会 Star of Result 最高荣誉的肯定，林鼎勋医师与试管婴儿实验室和5家分部的全体同仁将为您全心投入，圆满您幸福人生。明明试管婴儿生育医学中心。我们这个单元呢，继续访问家事会中心的华人市场的总监野村香丽奈 Kalina。我们上个单元其实跟大家讲了蛮多花青素，对，也是花青素的概念，大家慢慢也就多了解一些，因为它是抗氧化的，就是抗衰老的最好的一种成分，一种成分。还有一种是叫 lutein， 对，叶黄素，对。大家都来问我这个问题，叶黄素和花青素到底哪个好呢？其实这个 lutein 呢，是在自己的眼睛里边含有的一种成分。嗯，这种成分呢，就是说如果说它减少的话，你去外界吸收，它不能就是说变成这种成分到你的眼睛里边。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种科学的报告证明说 lutein 吸收之后可以变成眼睛里的 lutein 到你这个眼睛里边来保护你这个眼睛。所以呢，在韩国、在日本，10年前 lutein 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的名字一样。但是在现在，韩国、日本几乎已经没有人买 lutein 了，因为吸收能力有50%人是完全不能吸收的，所以服用到 lutein 之后呢，没有什么有的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而且它也不可能变成 lutein。但是花青素呢，它是100%的人都会吸收，而且呢，在你眼睛里边通过这个脑血屏障，20分钟之内可以直接抵达你这个眼睛的毛细血管，改善你所有眼睛的这些就是不良啊、眼干啊或者流眼泪啊这些疾病。对，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和 lutein 有着非常大的这种区别的。对，刚才你讲到，所以你说其实有些人包括你自己在累的时候服用，或者是有些人打电话说服用的效果就是蛮瞬间，是会有一些感觉，因为它20分钟之内就会通过脑血屏障，所以当你吃下去20分钟，你会觉得好像眼睛亮亮，头脑清醒了，非常感觉。因为我们每天都看电脑，特别是我们的一些 designer， 我们有很多 designer 来做这个晚上工作的时候，当时吃过之后，他就眼前真的是会一亮，而且头脑非常清醒。当时很困的时候都没有这种状态了，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老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需要的一种眼睛的营养素。那如果说小孩的话，要吃这个要多大的小孩你觉得说就其实这是非常天然的，没有说小孩子不可以吃，对不对？但是小孩子不会吞胶囊，妈妈就可以把它打开放在我们的纯天然果汁里边。你可以上网来看一下我们的黑醋栗浓缩果汁，一起这个搅拌在一起给孩子服用的话，他也觉得味道好，而且还可以预防小孩子的假性近视，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的。对，小孩子就可以泡着，或者是直接喝你们的黑加仑的那个果汁也可以，因为有些小朋友他不会，真的是不会吞。对，那因为长期用眼线，学生很辛苦，然后不过大家都在用看电脑看书，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们都很萌。对，小学生50%眼睛都有假性近视，对，到出了大学之后98%眼睛都有问题，所以渐渐的你不去保养它的话，到了老年45岁之后，青光眼、白内障这些疾病都会来了。对，所以那个时候保养就已经太晚了，太晚了。其实像做我们这行，大家觉得说好像我们坐在这儿说话，其实就做我们这行眼睛是用的最多的。对，看书、看做 research、看电脑，
还有做那个 editing 剪片子，我们天天盯着那个屏幕，所以其实在我们这行眼睛是特别特别的费，做电影的、电视的，其实这写作的都一样。那么大家对如果对释慧灵啊五百的升级版，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服用这个产品的话呢，也可以跟自己的这个医生啊。眼科医生啊，家庭医师啊，也可以跟他们谈谈你有什么想法。如果大家有要订购的话呢，要查询也可以上网，或者是打你们八百号的电话都可以，对吧？同时呢，我们公司有一些博士和一些医生在驻，所以你有任何问题打给我们的业务代表，都会回答您的问题。我们不懂的话，我们每个星期五都有一次这个 research 这种论坛这个一种活动，然后呢来反馈一下我们的客人的意见，所以来提高一下我们商品的更好的一些服务的态度和质量。对 ，OK， 谢谢 Kalina。好，那么稍待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看今日洛城。